不了解自闭症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哎，看你们自闭症的孩子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不是跟我们的孩子都一样吗？都长得那么漂亮，眼睛一闪一闪的。可是如果你深度的跟他们接触，你会发现他真的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跟小朋友很排斥，他见到小朋友在路上玩，他就会绕个圈子走开。他在正常的幼儿园里边睡午觉的时间被小朋友咬了脸，咬破了，咬了脸，一声都不带哭的，叫爸爸，然后妈妈，然后再多的语言就没有了，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刻板的行为，比方说要穿同样的一双鞋，走路要走一条路，就是这一条路上的每一个盖子他都要过去走一走，摇一摇，比如说带他去市场，去外面，去小区的外面去的，他就不停地哭闹，他不肯，他很害怕，可能害怕外面的声音，见大小便他都不懂啊，嗯，都我们大有时就忘了裤子里拉尿，什么都不明白，叫他那名字都不知道，歪着眼睛看人，就是歪着脑袋斜着眼睛在自己想事情，好像就是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边。幼儿园园长比较有经验，他就很婉转地跟我说孩子不大一样，建议我上医院去看一看。那个主任就很微妙地跟我说可能有这个孤独症的倾向。哦，当时简直觉得天塌下来一样，就真的是晴天霹雳那种感觉。嗯，就是我跟孩子他妈妈就在拼命的去给自己找那种侥幸心理。哎，当时大夫说了以后我就晕了，哎，我就觉得真的天塌了，地陷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就觉得，哎，我们都挺正常的，怎么孩子就会是这样的？就觉得，哎呀，完全不能接受这个现实。而且正好那段时间呢，我家里处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我妈去世了。说两个打击，就是先后来之后，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吧，我非常痛苦，印象很深。当时从医院出来呢，我就抱着孩子在哭嘛，可是孩子看见我哭，他反而在笑，因为他不理解我们正常人的这种情感，看着他在笑，我的心里就更痛。真是，如果第二天地球就毁灭了，我也就是丝毫不会留恋的。当时也感觉这个人活着毫无意义，有两年时间吧，我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轻生，跳楼吧，真有过那种想法，然后想着跳楼呢，还是说的是吃点安眠药之类的。当时确实是很痛苦，就想着说怎么带孩子，就是逃，我只是想在逃避嘛，不想接受面对这个现实。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我可能把这段时间能放下了，但是就是说这个痛苦是真的，就是到你最后一刻，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完全的解脱。有孩子爸爸，然后我才能走到今天，慢慢的怎么说呢，也就接受这个现实了，就想着说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现实，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孩子将来的路会很长嘛，所以就想到说要报名嘛，要给他做康复训练。在我们乙龄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如果孩子报名来乙龄训练了，我们就告诉家长你是必须有一方家长是陪同来乙龄的。那么多孩子当中呢，大多数可以说90%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于是国外回来的孩子，因为这样的孩子是一辈子的事情，他需要父母成为最好的老师，所以父母在陪同训练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学习训练的方法，也掌握这样的方法。可是这样一来就给家庭呢带来新的冲击和新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困难。实际我觉得这种难是来自于家长每个方面的难，首先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经济条件比较难。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都是失业，都没有工作，就是完全来这里陪这个孩子做训练，然后就是靠着积蓄，都是我带他妈妈他爸爸吧，爸爸上班的，原来一月他开不到3000块钱，根本来的你这都不够他的那个学费钱，压力很大，
然后在这里就是待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是得回去了，再去想办法去工作啊，再挣点钱，然后对，要只能这样子。其实我的情况吧，应该说去年来的时候就是借钱来的，借钱之后呢，后来钱没有了之后呢，回去我就想怎么办，因为这工作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然后我们俩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卖掉北京的房子，然后继续到青岛一年来训练。所以不是一般的家庭能承受的，如果孩子的训练时间长一点，当然家长掌握的更多，孩子肯定也进步的更多，基础打得更好，但是很多很多的家庭只能是选择3到6个月就离开，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钱。我说没有不实在不行，我把房子都卖他，也给这孩子了。日实在您不实在您不管，我说我上大道，我上大街街上，我去要饭当乞丐，我管这孩子。没看我一边说一边哭啊，我儿子一生不值了。我说只要你妈活着一天，我管这孩子，你不管了，都我管。从妈妈的角度说，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是我们没法，是常人没法想象的一种痛苦，尤其在精神上。就比如说，简单一个爸爸妈妈当时这个说话开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各训老师还有我们家长每天都是数以千遍的在教他，然后我需要一边辅助他的这个下巴，一边这样妈妈妈妈。很致命的一个打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家孩子长得很小，我一直在找各个医院在给他查嘛，说是什么原因。然后去年呢，就是确诊了，他是一种罕见的染色体疾病。然后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又查出他有心脏腺心病和癫痫，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本身有自闭症就可以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疾病都在同一个孩子身上？当时我就偏激到什么程度，我想他为什么没有得白血病啊，他如果得了白血病，我就砸锅卖铁，我不管30万、40万、50万，不管他能活到10岁、20岁、30岁，然后我把这个所有的时间和金钱，或者是说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爱都给他，让他完完整整的走完这一个人生，那我做母亲的责任就结束了。但是他偏偏得了是这个病，这个病是没有期限的。有时候说句不好听的，就感觉就像鬼一样缠着自己，永远就撒不了手了。想了好久，犹豫了好久，说着哎呀，要不要活下去，要不要继续下去，要不要继续在这里再学下去，想了也是挣扎了好久，最后想着还是不能放弃，因为我是一个妈妈，我不能放弃，我放弃了就等于把孩子放弃了，是吧？你自己都要放弃的话，没有人会见到你的孩子，所以这个我倒从来没有想过。但是肯定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就是效果会很小很小，就想放弃吧，反正教也是这样，不教也是这样，虽然他在进步，但是还是远远的比起那些孩子真的是差得太远。如果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既要做母亲要干事业的话，那还必须有一个侧重哈，那么我目前的重点应该是当一个好母亲，或许我不能成为最优秀的我们医院最优秀的护士长，但是我首先我得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对家长来讲的话，最揪心的就是他没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没有一个时间多长，是20年、30年，而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等我闭上眼睛那天有没有人来管他，
就是他能不能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担心的就是将来他有一天他不快乐，他能感觉到他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他又无法融入这种生活的圈子，正常的圈子里去，其实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们的天空真的就是乌云密布的，没有一天说有一缕阳光能扫进来。也许外人的一个笑容，或者对孩子一句褒奖的话，我们听了，哇，今天的天空真的会有太阳。我们真的是应该去多去关注这样的孩子，多去理解一下我们这样的家庭的不易。